在何方。朋友们，我刚刚把我尿的给吓出来了，这雪太厚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停更了十多天啊，本来大年初一一人一车啊去挑战珠峰，将珠峰的美景送给大家的。结果，哇，到了那里的时候差点嘎了，我去！因为我进站已经四个多月了，我以为我自己是不会高反的。结果氧气也没带，葡萄糖那些都没有准备，所以一个人就杀到了珠峰大本营。当天晚上到那里的时候还冲了一个凉，冲完凉直接那个体温躺下去的时候体温就干到了39度，哇，太难受了，就想着不行啊。第二天一早风景也来不及欣赏了，直接就退回到乡里面，乡里面的卫生站因为没有那些措施吧，就跑到那个就直接就退到县里面。县里面我没有想到县里面也没有输液的，哇，他说回去多休息，我感觉我可能支撑不了，就直接从那里直接又干回到拉萨。最主要的是拉萨也没有输液的，就只能在外面的小诊所，哇，输了3-4天的液，感觉今天状态还可以，哇，太难受了，哇，这种可能是对大自然的一种不尊重啊，对自己的身体过于自信，我认为我不会高反，结果真的造成了差一点点，啊。不过也奉劝大家，如果进站的话，千万措施一定要做到位。哇，真的太难受了。